日前，由情尚承接的太原市中南环桥景观亮化及照明工程顺利完成了调饰与试灯工作，正式竣工。南中环桥亮化工程共使用了10000多套大小、形状、种类各不相同的灯具，其中桥的侧面安装了设计成小月形态的可变色异形灯，桥拱上的灯光根据春夏秋冬的季节特征分别呈现出绿、蓝、白、红4种主色调，并可以通过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实现不同的亮度、光色、浓度等动态变化，使大桥形成腾空飞跃的动态幻化效果。